没有，开玩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一位他呢是第一次来到铁花村的唱作俱佳。他叫做林杰，他第一次报唱作俱佳，然后我要帮他弹两首歌。那我们先掌声欢迎林杰上台。好，他呢？其实，我们如果你们仔细看呢，我们两个长得应该有点像。对，我们是不一样的爸爸跟不一样的妈妈。可是我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的哥哥，所以他应该是我的堂妹。好，那其实他是来铁花村实习，然后刚好遇到，今天是第一天来铁花村实习，然后刚好遇到这个节目。那刚才可能今天报名的人没有很踊跃，那他说有在练习弹吉他，那待会最后一首歌会给他弹，那我时间就交给你咯。好，其实是被逼上来的。好，带来第一首歌是张惠妹的《人质》。
好，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也是被逼出来的。他们说有没有快歌，有没有快歌？可是其实我的口袋歌好像都是抒情歌，所以呢，要带来我国小时候最红的，对，对啊，国小时候张惠妹的《牵手》，你们会唱吗？嗯，好，谁？哦，刚刚有个那个 YouTube 上面很常出现的鼓手，因为我很常看 YouTube， 然后就欢迎他来担任我的鼓手，掌声欢迎。好，好，嗯，好，有点无言，嗯。那如果你们会唱的话，就跟着我一起唱吧，谢谢。弹错，啊，对对对，好。最后一首歌，
唯一哦，好。最后一首歌呢是，它的歌名叫《女孩的眼神》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好哦，有点冷，都没有人理我，没有关系。下礼拜三我会继续加油。有点高，太高了啊！我知道了啦。好，重来。你恰似会勾人的眼神。是在我脑海漂浮移动，我女孩，你为何都不在乎？我的多情，你是否看得出？是在我脑海漂浮移动，我女孩，你为何都不在乎？我的多情，你是否看得出？那女孩的眼神，流露淡淡的光芒。那女孩的眼神。是多令人着迷，告诉你，你是多令人着迷。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谢林杰。好，那希望他后他爸爸有交代我啦，就是鼓励他可以多多感受一下铁花村的舞台这样子，因为其实他爸爸呢吉他也是非常的厉害，那我的吉他也是他爸爸，也就是我叔叔教的这样，所以有交代我。好啦，到目前为止，你们还好吗？